水道头存开这水呢，这西港甚至愈来愈用要无水。这主本是咖啡厅的这个灶卡，因为风台关系，用金公路放弃，造成自来水管破气，已经停水几啊天啊，没人在调做生意。来这样子一点点，然后到昨天我们都没办法营业，我们已经连休大概三四天了。昨天是都没有水，是今天早上才这样一点点。店员干来，但用这样细港的水来洗桌布，但是要让人客使用的餐具，为着健康清洁，也拢使用一挂免洗的。因为停水，所以全部都停业，暂停营业，已经好几天了。基本上大概有，因为其实我们周六周日的生意是最好的，对。那周六周日其实我们都没有办法营业。因为停水的关系，所以来到金山古街的游客就足少的，不少店家拢嘛关门无做生意，大家拢是去灌水，都要去取水啊！我都跟我老婆都用桶子去取水啊，很多饭店什么都用一些包装水在提供一些受灾户免费去取用的，金山的饭店都有免费提供一些灾民过去洗澡。我们这里最比较没有什么灾情，但是停水是很严重，停水是很严重啊，已经五天了。新北市长侯友宜过来到金山，下令所有灾后复原抢修，拢总就要作紧的。这几天灾后复原的工作，大部分都已经完成，还剩下有小人些的一个工程。但是这几天又刚好碰上有大雨，那在大雨的时候，山坡地也好，或是有一些崩塌落石的地方，含水量比较高，我们就会比较担心危险。风台就走过来讲啊，总是东北季风的影响，万里金山地区实在足惨哩。居民只是唔忙唔通搁落雨啊啦。民视新闻综合报道。台湾上好看的台语新闻 ，MOD 请收看民视新闻台。